要移去那里。对啊。所以特别市政是需要一个，参照咱部长共款，遮认真爱看物件的、看事情的角度、迄、那个高度，啊，甲以人为本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我踮在遮祝部长高票当选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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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、谢谢。国家希望讲陈市长踮在未来的八年，哦，未来的八年莫忘初衷，勇敢承担。台北更好，台湾更好。提出好的政见，让市民能够认同目标。我们是能够能做事，那议员都要当选，是要让我们做对事。当一个会做事的市长，跟能够督促我们做对事的议员，大家一起当选，我们一定会有一个更美好的台北市。